泰王原配虽被废，但他依旧能代表王室出席外交公务，这背后玉坤家族的支持功不可没。玉坤家族作为泰国的名门望族，拥有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势力，有玉坤家族撑腰，他自然多了一份底气。在王室的舞台上，他凭借家族的力量继续展现着自己的存在价值，参与着重要的外交事务，也让人们看到了家族背景在王室中的重要作用。